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为什么你迟到了？因为顾锦鲁塞车。我们快去买票吧。我买四张票了。你有没有买爆米花和汽水？ 有，我们买十个爆米花和10罐汽水。多少钱呢？ 一共67.55元。没关系，今天让我请你们。 Zender ma, sisi pet. Sisi pet. In ve ni xing, wo men kan dian ying. So yi mi jian, wo bang ni xue, wa yu hao ma? Wa, hao de, sisi Eji. Hao a. 电影要开始了，我们快进去吧。 我在电影院的时候，感觉很冷。 因为现在外面在下雨。这部韩语电影怎么样？哎呀，我看不懂。我饿了，你们饿了吗？我也饿了，我们一起去饭馆吃饭吧。 啊，你们要吃什么？我要一碗辣虾和一杯冷的咖啡。我要一碗炒饭和一个煎蛋。我要一碗炒面和一杯冷的梅露。好的。 你们急坐下，我帮你们买。谢谢，阿姬。哇，这个饭馆里有很多人。虽然这里的中国菜很有名，但是不便宜。 没关系，今天我请客。真的吗？谢谢Sarah。林，祝您开斋节快乐。
祝您改斋节快乐！感激您，有今我们都您家。谢谢，欢迎欢迎，请进来坐吧。你的家有这么多人来拜年？哇，你们的新衣服真好看。林，你穿几号的衣服？我穿小号的。来，这点马来人的食物。哇，有炒面、煮汤饭、咖喱鸡等等。好的，是哦。真好吃，还好我还没吃。我想吃猪冬饭和咖喱牛肉。你坐几点吧？我们这里的家，然后几乎的家又不好。好啊，我们几点起？下午2点半，我们一起去莎拉的家。好啊，开斋节，真有意思。